大家好，我是天魔王。一台单反相机，你希望它拥有哪些特点呢？是它具有快速而高效的对焦系统，或者是它有巨大而明亮的光学取景器，还是精准而智能的测光系统，又或者是它紧凑而小巧的机身、亮色的外观、便携的触屏，或者高速的连拍和跟踪效率。我使用相机一般有两个用途，一方面为了记录我的生活和家庭，我需要一台紧凑而且对焦迅速的相机，这样可以方便我携带，并且可以轻松地抓拍到我家人和生活中的美好瞬间。另一方面，我会拍摄一些我喜欢或者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小品或者人文，因此我需要一台小巧而且操作敏捷的相机，以降低侵略性，能让我自如地穿梭在大街小巷的人群中。敏捷的操作能让我快速地调整相机来适应拍摄环境和照片的需求。如果把这些你或者我都想要的放在一台相机上呢？没错，它就是今天的主角 Pentax K33， 满足你对单反相机的全部需求。宾得 K33 2678万像素，非 IPA 标准下5.5级五轴防抖，101个对焦点， ISO 可以从100一直开到160万，1.05倍百分百视野取景器，相当于全画幅单反相机 K1 的取景器，一天的30.7万像素 RGB 测光传感器，支持 UHS2 标准的储存卡， 4K 视频拍摄，这些有些猛的参数怎么看都不太像一台宾得的相机。刚拿到这台相机的时候，感觉真的是非常小，小到什么程度呢？它几乎和某厂家第四代的无反相机一样的大小，手柄的厚度一样的机身的宽度，以及相差无几的身高。人们总说无反相机有多小多么便携，实际上 K33 完全做到了和无反相机相近的三维啊，在体积上并不肯多让。让我们现在来先带着 K33 去拍一些照片吧， Let's go。今天魔王不聊相机参数，主要来聊一聊宾得 K33， 它使用起来是一台什么样的相机。紧凑坚固的机身，让你在出门拍照或者全家出游的时候，并不需要担心它会携带一个笨重的相机，这样不会对我产生一个严重的体积负担，能让我更加全身心的关注去拍照。 K33 配备的101点对焦系统呢，它不仅仅是一台让人放心的相机，更是一台让人充满自信的相机。快速的对焦让我不再担心会错过一些精彩的瞬间，精准的合焦让我拍完之后不再会像以前那样需要放大回放检视一下，看一下我有没有对得上，有没有合焦。现在呢，我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，它非常的快而且非常果断，这一切都是那么顺其自然，如行云流水一般的操作。所谓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K33 让我更加专注于拍摄的整个过程，而不是担忧这个相机的系统是不是可靠，这个相机的系统是不是 OK， 这样我可以更好的去与被摄物体去沟通，可以更加专注于曝光、构图和画面的一些内容。终于我可以非常自信地跟儿子说，儿子你随便跑，爸爸 F1.4 也追得上你。宾得 K33 融入了很多理光 GR3 的操作理念和元素， SFN 键的加入让这台相机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。很多用过 GR 系列的朋友都对 GR 系列的这个 ADJ 键欲罢不能， SFN 键就是宾得单反上的 ADJ 键，快速的调出日常的设置，两步便能快速的完成设置，使得它成为一台非常快速而高效的相机，也使得它非常适合快拍和街拍，正中我喜欢街头摄影的方式。
巨大而明亮的光学取景器，1.05倍的放大倍率，甚至在我使用离别钩的时候，就可以完全无视合焦提示的存在，肉眼就可以轻松地判断合焦情况。100%的视野让我觉得无比的开阔和明亮。这个丧心病狂的光学取景器可以让我更加直接的观察、体验和感受来自光学取景器的真实光线，在构图取景的过程中也更加自由，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我的想象力，更加享受整个摄影的过程。宾得呢，它一直在给用户灌输和培养一种操作理念和操作方法，这也使得 K33 非常容易上手掌握，并且使它成为一台能够让人忘记它存在的相机，仿佛能够让我直接地面对被摄物体，与被摄物体直接地进行对话，与被摄物体产生共鸣，这样也会让我更加专注于整个拍摄的过程。这不仅仅是拍摄，享受拍摄的照片，更多的是享受拍摄照片的过程。K33 非常好地传承了宾得一直以来所坚持的相机应该有的元素和传统。它重新设计了机身的按键和布局，更高效的操作设置让我在熟悉掌握机身的按键功能之后，便拥有了一台可以盲操的利器。我呢，是一个非常喜欢关掉背屏拍摄的人，这样既能够增加电池的续航，又可以减少干扰，让我更加专注于取景器内的乾坤。 SFN 键的加入更加丰富了盲操的范围，更加提高了拍摄的效率。这种眼睛不离开光学取景器便可以一顿操作猛如虎的盲操理念，正是宾得数码化20年来所一直坚持的匠心。它就像我的眼睛和手的自然延伸一样，可以自由的操作，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风格进行设定。当你越来越熟悉的使用它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你的一把武器，也可以称之为人剑合一。这就是享受拍摄每一个瞬间的乐趣。宾得 K33， 它不是堕入人间的天使，也不是超越时代的明星，它是试水之作。它身上有太多的刀砍斧凿，也有太多的不妥协和不退让。对于宾得而言，他们一直在坚持，坚持自己100年来对光学的情怀。那么既然聊到情怀，什么是情怀呢？在我看来，情怀是一种追求，是一种对自己内心完美标准的极致追求，并且愿意为这种追求付出常人难以理解的取舍和牺牲。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小部分的人，他们不计成本，也不考虑投入产出比，他们就是要追求极致，而这种极致就是宾得 K33 的情怀。好了，最后让我们来重温那句经典的话。 We design cameras that allow our user to enjoy all the processes involved in taking a picture.